听说布袋新温来了39只黑面琵鹭，今天特地来找一找。从大马路看过去，没有黑面琵鹭的踪迹。上了易红池的提防，因为逆光又远，没找到，只拍了几只狗在池中自在的游泳觅食。于是我转到新城国小。我习惯来角落的赏鸟亭，真的很远，500米以内。好熟悉的身影，飞越2000多公里来到这里。过去这里的数量都不少，主要是宽阔，比较不会受干扰，而且附近的食物来源充足。往南的地方如七股、茄定等，要晚一些才会到。在新温的新城国小啊，后面这个黑皮底家这里啊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有85只，不错，相当好，相当好，来得很快。今天中秋节。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我刚刚是在那个赏鸟亭那里啊，按这边再过来，这里是赏鸟墙，然后在后面呢，那个就是枪楼啊。反正这整排都可以看得到，视野很广。今年黑皮来的
算早啊。中秋节呢来了85只，这是一个大概我大概点的数字啊。这个点跟原来人家发现的在新温的一泓池那边呢、说有39只，不晓得有没有重叠啊。那边因为是逆光，所以没找到。在这里很高兴能够看到大概85只啊，很棒。黑皮季来临了，又可以到处去拍黑皮，很令人兴奋。谢谢您的观赏，欢迎您订阅，并请按下小铃铛，随时关注这个频道。谢谢，下次再见。